Pumpkin pastures pastures 是南瓜什么？南瓜镇之类的。Let's go。かつては豊かだったこの場所も邪悪な村人によって焼き払われてしまった。この世界の片隅で生き残った村はたった一つ。その村へ急ぎ向かい、戦いが迫っていると村人に伝えねば。英雄よ、君だけが頼りだ。这是最后一个幸存的村庄了。然后这个地方以前很富裕，说的，一定要早赶紧去，这是南瓜牧场，一定要赶紧去通知他们危险将至。这捡不起来这些剑，杀！哎呦我天，增强了，这些货增强了，我不应该钻到他们中间去，被他们围着砍呢。这些货有所增强，我看出来了。对，我这个青龙偃月刀攻速有点慢，这青龙偃月刀，那攻速有点慢，就会人多的时候我就会吃一招，所以我得狂暴上才行啊。我遇到人多的时候我就一个狂暴，就像是这样，对，这攻速就有保障了。我一直在吸来一些什么东西，嗯，这个吸好像是，哇，这个攻击范围广。哦，这边有一堆，咚啊！只扎死了一个，只扎死了一个小姜，避也没用，这得远程。哇哇！我这有爆炸剑，多帅呀！我的爆炸剑还在冷却。哎呀，我这身上插了多少剑？这是。哎呀，上了！我。哈哈哈！一刀劈死了一群。哦，来到了一个城堡。这个城堡有点什么吗？哎 ，Find the village。我的任务是找到村庄。杀杀杀！杀杀杀杀杀！闭上！干掉了，完成了。这个东西，拿点钱。怎么一卡一卡的我？没走一段时间，我这刀就摆一下。地上喝血。哎呀，得了个什么？而且我底下的那个状态栏也在一闪一闪的。先退一下进去再看看。嗯，好了，退了一下之后出来恢复了，但是我怎么回到选关的地方了？所以我们又得重新开始这一关了。无限刷怪啊！那我在这刷几把剑，刷几根这个剑也行是吧？利用这个地方。哦，我需要拉拉杆，要不然无限刷。但是在这刷剑挺好的，我又刷到了一次剑。你看这么多骷髅给我送剑，我应该多打他们一会儿。虽然我身上插满了剑，啊，好多呀那边。来个厉害的，再见。算了，不刷了，拉拉杆，走，开门走人。嗯，在这多刷一会儿剑也行，开了门之后就不刷了是吧？嗯，开了门之后就不刷了，走吧。又有箱子又有钱，果然是刚才这个背景音介绍说这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果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到处都有钱啊。躲，对，它有这个攻击范围也是很重要的。喂，那个小猪背了宝箱，来了 ，Evoker
哦，是那个幻魔者，是那个幻魔者，他会招那种杀，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完了，这一箭射空了。幻魔者 boss， 他招那种鳄鱼什么的，还地底下的。在哪？在这儿！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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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硬顶啊！我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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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满血就是个上了。嗯，我加有一个这个 Y 加血的就好多了。我这下有两个加血的技能。嗯，这边是一个，这有个锯木机。居然还有个锯木机，哇！这下暴击了，直接29。哟，这是干什么的？我还以为他很厉害呢，结果一下被我干掉了，没有任何威胁的。以为是个王者，哎，这还有一个，嗯，哦，一个铃铛。我摁了之后肯定会招来大量的那种什么，是不是啊？掠夺者肯定会招来掠夺者，这个家伙闭上之后你们就完了。这，哎呦，点一个炸，我这柱子很危险。哎呦喂，这来了多少？你又来了，但是我的臂还没好，憋跑了你。我啊，扔到哪了？快点过来，一起炸完把我也炸死了。要大 boss 出来了，哇，这大 boss 不扛揍啊，这大 boss。 OK， 哎，还有一些小的，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哦，这个门打开了，干掉它就结束了。剑没剪啊，我剑都满了，我感觉都 Victory。 君のおかげだ，我说多亏了你啊，然后可以开箱了。这次得个什么？开始震了，哇 ！Flaming quiver. This quiver is filled with the deadliest of arrow. 火箭是吧？哦。火箭是什么效果？等等等，不对不对不对，我还没换呢。哦，火箭就可以有一个燃烧的效果。哎，这样的话每一发都是火箭了。哦，不对，有一个数量，有一个数量54在那倒计。炸弹键只有一根，这个键有很多。哎，又多出来一个人，你好。哦。这个箱子看起来更厉害一点，有169宝石。哇，得了一把小麦啊！小麦也是回血的，是不是？22召唤伤害哦，召唤llama to aid you in battle。哦，招出一个羊驼来。哎，招出来了吗？现在是冷却。为什么我还没用就在冷却了？哦，就是他，我应该在这儿招，然后他就可以打一下了，是吧？他打吗？他不打。这羊驼有用吗？